群英会，欢迎大家，欢迎。我画过布景，画过动画片儿，也做过导演方面的工，也做过这种后期，就基本是沾咱们这个，我基本全都有所接触过，基本上就是这组里请到李老师之后，这大小活都能干了啊！我连道具都干，道具都行，嘿。给大伙表演一个惊悚的，什么？器官分离。这啥玩意儿？谁跟你们玩这个？周老师，掌声！这个面汤我能问问吗？啊，当然可以了。你们家这个面汤是用鸡汤调的，还是拿鸭汤调的？鸡汤。鸡汤，那这个鸡是草鸡还是老母鸡呢？草鸡。那这个鸡是2斤的还是200多斤的？你见过200多斤的鸡呀？鸡精是吗？刚刚这个小芳这下呢，我觉得听得我们都有点饿了啊。这说到这个南方的面、北方的面，对吧？我觉得这个李老师是不是平时对美食也有研究啊？不可没有，我逮什么吃什么。您逮什么吃什么？啊，有没有自己比较偏爱的美食啊？那你要说北京人呢，那就是除了喝豆汁儿，然后吃炸酱面。这豆汁儿，北京人喝着真就这么舒服吗？哎，还是真是这样啊！我可能体会不到那什么，反正我们是打小就是这么喝，因为我算老北京嘛。李老师绝对是老北京啊！这一提到豆汁儿这种表情，这就是咱外地人做不到。咱外地人提豆汁儿都是这表情，但李老师一提豆汁儿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美啊！这绝对是典型的老北京啊！我现在问问年轻的北京人吧，这个前期。你喝得了豆汁吗？我喝呀，夏天尤其三伏天得喝热的，我们家得熬那热的，然后三伏天过之后才能喝凉的呢。嘿，我觉得这前提跟您是能吃到一块儿去啊。那接下来咱们听听他们的相声好不好？好的。好，接下来有请来自北京的前提宋伟杰两位，有请。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各位。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你干嘛呀？啊，我非常的高兴啊！相声演员有什么可高兴的？因为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啊。咱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随便说。咱们从衣食住行来说。那我先问问你，这衣，就是万，是衣服的衣啊。衣从这穿着来说吧。啊。像我们这个远古时期。人类都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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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期啊？还你们远古你赶上了吗？不是，就是赶上才能研究吗？那应该怎么研究啊？不有历史的文献？看书啊。那经常看书啊。是啊。我研究过去远古时期都穿什么呀？穿什么？一片树叶。就穿树叶。没有衣服呀。哦。对吧？后来慢慢打猎呢，发现动物的皮毛可以做衣服，能保暖，而且能过冬啊。对 对, 对，慢慢就有了衣服。哦，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怎么了？物资也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哦，就拿它来说吧。拿我们举例啊。他们家8口人，我们家人口也多点，只有一身的棉衣。是是是，棉的这个棉袄，棉裤。棉鞋，对了，谁出门就穿这个，哎，在家呢就只能穿单衣，没错，很匮乏。后来呢？后来生活好了呀，怎么样、啊？各式各样的衣服都有啊，什么这潮牌啊，那潮服啊，你看看，怎么了？你们年轻人就不知道注意，怎么了？衣服潮的应该晾干了穿呢。哪个潮服啊？不是说湿乎乎的衣服穿身上。那应该是当今比较潮流的服饰，要啊，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你有毛病是怎么着？你好好说话。就是穿着大家伙不一样的衣服。明白，流行的，时尚的。对，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哎，小姑娘小伙子穿的都不一样啊。是啊。拿我们演员来说，我们怎么了？站台上了，都穿一样。什么呀？大褂、水裤、圆口鞋。对。到了台下，穿什么呀？宋老师也有自己的衣服呀。我也有啊。大褂、水裤。圆口鞋，我有毛病是怎么着啊？你热爱你的捧哏事业，我生怕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相声的是吗？你穿着衣服多好啊！干嘛？我也有自己潮流的服饰，你也有自己的服饰，都有。等到以后就不一样了。未来啊，未来不用说穿那么复杂的衣服，棉裤、棉袄、羽绒服不用穿了。那怎么意思啊？因为未来要居家办公了。那穿什么呢？穿居家服啊。哦，什么舒适就穿什么呀？不讲究了。你想现在咱们这个网速啊，5G，
哦，已经很快了。是，再过几年啊，网速50G 啊，更快了，兔子都追不上它呀。这什么破比喻啊，反正就是网速很快，嗯、哦、省去了你通勤的这3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节约时间了，你能干很多的事情。我能干些什么呢？比如说你有3个企划案4个策划书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前妻。我作为捧哏演员、我哪有什么企划案计划，还上个季度财务报表，我1月800块钱我还干嘛呀我。哦，1月800。800。扣税之后就是200。800就别扣税了呀，还扣什么税呀。啊，你们家这么惨呢、你管我们家惨呢，你别说我。就是说省去了通勤的时间。跟家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你在家穿什么都方便了。是啊。你看衣服就不一样了吧。那吃呢？吃也不一样了。吃怎么了？远古时期吃什么呀？你别远古时期，你也没赶上。吃生肉。哦，茹毛饮血呀、你知道茹毛饮血的茹怎么写吗？还茹毛饮血？三点水？就是反正吃生肉啊，生肉对吧？就宰了就吃。哦，后来慢慢钻木取火呀。哦，发现烤熟的很好吃。哦，慢慢就吃熟的物质了。明白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就有这些庄稼呀、菜呀。是。但是那个年代呢也不是物资非常丰富。也很困难。那怎么办、宋老师他们家。我们家。8口人。人口多。哎呦，吃什么呀？吃什么？棒子面粥。哎呀。窝窝头。是是是。窝头就棒子面粥。这不是一个东西吗都。这生活困难。那能吃肉吗？吃肉。过年的时候得吃肉啊，好歹吃它一回。那可不吗？嗯，他们家8口人。8口人啊，熬这么大一锅肉。过年吃点好的。到了晚上。晚上怎么样？7口人。对了，围着这锅。等会儿，哎，你吃腿吗？吃什么腿啊？吃，把谁给吃了？不是你要吃的肉吗？什么就吃少一口子？不知道。什么就不没有？还是8口人？还是8口人？哎，对了，就过年的时候啊，吃点肉了。是。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都吃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没错。蔬菜，有机蔬菜。是。粮食，哎呦，这肉什么都有。哦。等到以后就不一样了。以后还能怎么着啊？以后要吃新鲜的蔬菜。讲究食材，食材很新鲜。对了，什么新鲜吃什么。比如说呢，你喜欢吃海鲜吗？我最喜欢吃海鲜了。咱们出海打鱼。怎么意思？坐着那一夜的扁舟。那不得翻了我一夜的扁舟。咱就坐着那船啊，到这个海中央啊，打鱼呗。是。打上这金枪鱼，嚯，拿起来就吃。现吃。打上来这个三文鱼，拿起来就吃。嘿，家伙。打上这鳄鱼，拿起来就吃。谁吃谁呀？那是新鲜呀。是我吃他新鲜，还是他吃我新鲜呀？食材新鲜呀。我是食材，他是食材呀。你甭管，反正占一新鲜。好、哦，就是新鲜啊。以后就吃这些了。是是是。还有这住也不一样了。住怎么呢？远古时期住哪儿啊？又来了。住山洞里边。知道山洞对吧？也没有房，弄一洞就跟里边住了。对，后来慢慢的盖了一个小平房啊。对了，现在有楼房啊，越来越好啊，复式啊。是。地上有这个娱乐设施，没错，地下有停车场，方便了。哎呦，这环境好了。嗯，但是问题来了。什么呀？楼越来越高。哦，树变少了，环境不好了。对，你得呼吸新鲜空气呀、空气也要新鲜。对呀、以后人们都住哪儿啊？哪儿啊？原始森林啊。以后都奔森林。就你这样的。我这样就住那底儿啊。但是你那房子得自己盖。怎么那时候讲究手工？对，而且还得环保。用什么材料呢？枯了的树枝啊。嗯、烂了的树叶儿啊。那玩意儿能住吗？你没见过那3只小猪吗？这吧，就住那几房子。你这还有好听的名字呢。叫什么呀？8平米木质豪宅。怎么8平米呢？这8平米。8平米怎么了？呼吸新鲜空气。怎么呼吸呀？凌晨5点。哦。倒挂于房梁之上。我也是杂技团出身。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真新鲜。明白了，前妻。
是我在那儿倒挂于房梁之上，呼吸的空气新鲜，还是早上五点钟爬山的大爷大妈看我这倒霉模样新鲜呀？你甭管，反正站一新鲜。你别说这俩词儿了，行不行啊？空气新鲜了。哎呦我的妈！生活就好了。我没瞧出生活好。你怎么讲？哎，这是住啊，还有出行呢。出行能怎么着啊？远古时期怎么出行呢？哎呦，远古时期，远古时期。坐十一路。远古时期没有公交汽车，十一路啊。什么叫十一路啊？腿着。你说走着不完了吗？这走着慢慢不就有这个自行车啊？对了，有汽车、哎、小轿车了吗？是啊，他们家别看困难，怎么着也买车了，有车，独轮车。什么独轮车？买俩不就完了吗？啊，头路那安车吧，没钱安大梁，走吧。那不怕摔着啊？你们家杂技团呀、啊？你别提杂技团了啊！那怎么买车了？买车，有车，有车。哎，现在车越来越多了，是你的尾气也不行了，哦，对不对？空气不好，空气不好了。嗯嗯嗯。以后啊，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美好。我一点没瞧出美好。你想啊？啊？你。住在你的8平米木质豪宅，穿着你这个居家服、哎、呦，吃着最新鲜的食材，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全世界的人民都得夸你呢。怎么夸我呀？真新鲜。你别说了。好，感谢感谢全体朋友们。哎，这段相声呢其实也能体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啊，生活的变化。说到这变化，李老师，您这么多年拍戏，是不是这个剧组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有进步啊？原来最早我们那拍戏呢，它没有那么多人，现在不一样，现在一摄组很庞大。嗯，是不是好像道具、服装也比原来要好很多吧？对对对、啊，但随着时代，那肯定要进步。对，这个不光是这个影视剧，我觉得家庭生活当中很多也有变化。比如过年，我记得我小时候那阵儿，家里都买那花是假花，因为什么？那能一摆摆一年，哎，它省钱，对吧？但现在基本上都是买鲜花，虽然说摆不了多长时间，但是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活的。过年啊啊！现在人家都流行的是每周一花。我知道，我知道，我刚先说是我们家过去是过年啊，对吧？过去不过年不买花。对不起，我抢你话了、啊，我以为你没有这么浪漫，啊、你给嫂子每周买一次。成年呢？我要买完准就受批评了，是吧？你买这干嘛？这结了婚就不买了。你见过钓鱼钓呢还给他喂食的吗？嫂子听见没？从现在开始给你出主意啊！每周一花，这可已经答应了、嗯。说到这花啊，舞台上还有两位演员对这花啊还是有研究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的舞台交给周鹏飞、陈飞两位，好吧？有请。感谢您的掌声，谢谢。一上台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得认识一下。我是青年的相声演员，我叫周鹏飞。我叫陈威、哎、您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啊，这个形象、个头、身材都差不多，几乎一模一样。别看我们俩关系这么好，嗯，爱好可不一样。今天来到群英会了啊，你给大伙介绍一下您平时最喜欢什么。钱。这么俗啊、嗯、这录像的播出去好看吗？就说钱。哎呦，我还没想到这事儿。对，那我不说了，你说你最喜欢什么？我呀、啊、嗯，喜欢花。你喜欢花我钱？怎么老有钱的事儿啊？我这边刚说喜欢钱，你那边就有花了。花花 flower。 嚯，还说英语呢。哎，我们家养了很多花。嗯，我感觉我这辈子离不开花。人这辈子还有离不开花的？你听我说呀，嗯，你看上幼儿园，我经常得那个小红花，都得过。上小学，我妈给我买的爆米花，嗯。上大学，我喜欢我们班的班花，嘿。啤酒，我能喝一箱雪花。好。说相声，我旁边站着。我什么花？狗尾巴花。对，你花尾巴狗，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废话，这不你先说的吗？狗尾巴花显得可爱呀、啊。可爱吗？你编个小兔子，看着也高兴啊。这么说倒行。哎，今天的嘉宾李庚老师，这对往那儿一坐，嗯，也是一朵花。李庚老师什么花啊？牵牛花。怎么是牵牛花啊？李庚老师这庚是哪个庚啊？耕地的耕啊。他要不牵牛怎么耕地啊？哦，这么个牵牛花啊。哎，对，这都是我研究的啊。而且最近我就发现了，嗯，带花字的成语都是好词儿。都是好词儿吗？百花齐放，嗯，鸟语花香，
春暖花开，繁花似锦，花开富贵，这词儿听着就这么美好。花里胡哨，花花肠子，稀里哗啦，花花淌血，都是好词儿。不是你这不算，我这干嘛不算呀？废话，稀里哗啦，花花淌血，那是成语吗？哦，不是成语。对呀。哎，您平时喜欢花吗？喜欢呀。喜欢什么花啊？种花。不是，我说那鲜的。对，冻的不好吃啊。拿过来一闻，挺香那个。哎，你放点酱油蒜，闻着更香。反正你饿了是怎么着？啊，我说那鲜花。鲜花也喜欢呀。啊，哪个演员不喜欢观众的鲜花和掌声啊？哎呀，还真有掌声啊！谢谢您。那您喜欢黑花还是白花啊？我干嘛喜欢黑花白花啊？喜欢彩色的。明白了，嗯，不喜欢黑花，不喜欢白花，对，喜欢彩花。是，我是彩花大盗啊！啊，彩色的花，具体喜欢什么花？哦，这还不一样。那当然了，你比方说那个陶渊明，嗯，写的《桃花源记》，那么他喜欢什么花？桃花啊！哎呦，没有文化真可怕，各位啊！那怎么谁呀？你不说的《桃花源记》吗？陶渊明独爱菊呀。那他应该写《菊花源记》呀，有这地儿吗？哦，好像没有啊。对，唐伯虎喜欢什么？喜欢秋香，对不对？唐伯虎点秋香，电影看没看过？昨晚上怎么电影又出来了？唐伯虎喜欢什么花？那花？那谁知道啊？唐伯虎喜欢桃花呀。哦，唐伯虎又喜欢桃花了。对啊，唐伯虎写的《桃花庵歌》，嗯，多美呀。是。喜欢桃花也体现他的性格。唐伯虎什么性格？风流才子，桃花运旺。哎，各位可能都买过花，都送过花，是知道这花表达什么意思吗？那我问一下，比方说我送我女朋友什么花？玫瑰呀。啊，哦，送玫瑰花。对了，代表爱情啊。啊，而且数量上有讲究。嗯，不同的数量代表不同的寓意。你再给说一说。你比方说吧，嗯，送999朵什么寓意？天长地久啊。这个好。365朵什么寓意？天天想你。这也行。11朵什么寓意？一心一意。好。送1朵什么寓意？穷。穷那就是不舍得花钱。你看这穷就别说了。出门是不是？是，啊，那个正换一个。那个结婚了送什么花？玫瑰。老夫老妻也送玫瑰，体现爱情的忠贞。嗯，家里边没有出轨的行为，这心里没有鬼，没鬼。哦，还能这么解释啊？哎，那要是离婚了送什么花？玫瑰啊。离婚了也送玫瑰，这个最讲理。嗯，离婚了媳妇儿走了没有归来，玫瑰。哦，这么意思。最好是黄玫瑰。干嘛黄玫瑰呀？黄玫瑰。黄了。哎，对了，哦，这个意思。那要是离了婚又复婚，复完婚再离婚，离完婚跟别人结婚，结完婚再离婚，送什么？送两个嘴巴子。不是，怎么还打上了？废话，你老知道这婚姻干什么呀？哦，婚姻呢，这神圣的可开不起玩笑。有有，那送别人行吗？哎，送别人。送给爱打麻将的牌友，蓝色妖姬。送妖姬？每回送4朵。我是不是送他一杠啊？光杠还不行，你得送4朵盛开的，这叫杠上开花。糊了。哎，翻番啊。那要是送给爱炒股的朋友什么花？爱炒股的。炒股我还真没送过。嗯，爱炒股的仙人掌。送仙人掌。哎，寓意好啊，您那股票先比别人涨。好，那要去医院看个病号，我应该送什么花啊？这个更讲究了。嗯，不同的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送的花都不一样。那你给说一说。举个例子吧。啊，比方说，你爸爸，我爸爸看直播生病了，看直播还生病了，给人刷嘉年华呀。呵，你爸爸外号榜一大哥，听着就这么霸气。哎，对了，一看就是一宿，啊，长期熬夜，精神亢奋，嗯，脑淤血了。我爸爸脑淤血了，送什么花？送什么花？脑淤血送什么花啊？脑花？那吃得下去吗？那你说送什么花？藏红花。干嘛送藏红花呀？活血化瘀，凉血解毒，对他身体好啊。对，赶紧让老头保重身体吧。哎，再比方说你妈。我妈又怎么了？看直播呀。
我妈也看直播，给人连续点赞导致习惯性偏瘫。我还习惯性偏瘫了，这手机拿走了还点赞。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点了别点了，送我妈什么花？马蹄莲。怎么是马蹄莲呀？这点赞手速太快了，跟奔跑的野马一样，都连一块儿了。你看都冲了。行行了，别点了，别点了，我都看见草原了。啊啊！送我妈马蹄莲。马蹄莲。嗯。哎，再比方说你媳妇儿，我媳妇儿看直播。不，你媳妇儿直播。我媳妇儿直播。你媳妇儿直播太火了。啊。那嘉年华刷起来不停的，点赞量跟奔跑的野马一样，哇，精彩啊这个啊！哎，真好。等会儿等会儿，我媳妇儿是不是有俩粉丝啊？一个我爸，一个我妈呀，不是，大伙儿都喜欢呀，喜欢我媳妇儿。你媳妇儿直播有才艺呀？有什么才艺呀？直播跳舞啊，原地转圈儿，那转几圈那叫才艺呀？转几圈干嘛呀？啊，你媳妇儿24小时转不停，给我媳妇儿扔洗衣机里了，就这么卖力气。我媳妇儿，对了，原地高速旋转，导致下肢行动迟缓，走路慢，就坐轮椅了。对，坐轮椅了。啊，说送我媳妇儿什么花？你琢磨呀，她原地高速旋转，对，送曼陀罗呀。哦，这个是最讲理的，是不是？让我媳妇儿转慢点。哎，对了，哎，再比方说你吧，对，那个老师老师，放我一马吧，我还得伺候那三位呢。不是，这不举例子吗？举例子怎么不拿你举例子呀？行，拿我举例子行吗？对，拿你举例子。我呀，嗯，生了一场病。好，不是，没控制住，你克制一下是吧？哎，我呀，嗯，生了一场大病。太好了，吓我一跳去。啊，喊什么呀你？我高兴。克制一下啊。好，我呀生了一场大病。嗯，就这病啊，嗯，太难受了。好。我长了一颗粉刺。对对，你给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长了颗粉刺那是病吗？这不行啊。不行，那就没有什么我可以生的病了，我想不出来呀。对，有，这么你红眼病啊，行，冠心病，咳嗽感冒尿不净，中耳炎心肌炎结石尿酸脂肪肝心脏病糖尿病青光眼酒精肝高血脂高血压闹肚子胃痉挛伤风落枕流鼻涕狐臭口臭和脚气，来，就这些病送你什么花？那只能送菊花了。对，哦，周鹏飞独爱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多大仇啊！一身病啊！拿你举个例子嘛。不是，咱俩谁也别伤害谁啊！不伤害 了。你要真能送，就送点好的。可以啊。你看今天这么多现场的嘉宾，还有观众朋友们，啊，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是，啊，送给他们什么花？送给大伙儿呀！啊，有钱花。祝愿大伙天天。有钱花。好，嘿，这都喜欢这个。哎，打一上台，你说了这么多花啊，您最喜欢的什么花啊？要说我最喜欢的啊，狗尾巴花。对，我呀。好，感谢周鹏飞、陈飞，谢谢两位。李老师，您看啊，咱听了这么多的相声了啊，您又是老北京，又从小听相声，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跨界相声对于您来说应该难度不算太大吧？我有点哆嗦，有点哆嗦。啊，我你让我那什么，我真是害怕，因为终归我不是专业的嘛。但是我觉得您这个至少您这个语言的这个味道是绝对有我们这个相声口的，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李老师、小芳、小霍两位，有请三位。谢谢您的掌声鼓。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多新鲜，咱们说好了吗？跟李老师一块演出啊。哦，哈哈，啊，哎，疏忽了。就是嘛。那个忘了告诉你了，兄弟。怎么着？这里呢没有你什么事儿了。哎，我下去呢歇会儿，好吧？不是，凭什么你让我下去我就下去呀，啊？我跟人家李老师有事儿要商量，你在旁边影响我们。你跟人家有事儿商量。对了，什么事儿说给我听听。别怪我给你显摆。怎么着？就今天这期节目啊，这么多说相声的。对呀，啊，这么多演员。嗯，知道人李老师相中谁了吗？看上谁了？你都快楼了你。我。就你。哎，相中咱了。干嘛呀？这是相中你。李老师觉得我前途无量。嚯，说相声糟践了。哦，屈才了。啊，想带着我。嗯。出卷。出卷，嗯啊，他是不是这么带着你？哪个出卷？出卷嘛，这个牲口他这样的，不在相声圈里待了，宝贝儿，拍戏知道吗？那叫出圈，
出卷子，你有点文化没有？多音字，那也得念出圈。出圈，就你拍戏捧我知道吗？捧你，你算干嘛的？人都看上你，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怎么听你这意思不信是吗？压根儿不信，真不信。对了，我把李老师叫上来。有种的你叫上，叫上来你就知道了。不能告的事儿。李老师，哎，李老师，来来来，来了来了，我搀着您，李老师。哎呀，李老师，李老师。哎呦，你瞅瞅你啊！我见着你就很高兴啊，是不是？哎呦，这么年轻，啊、这么机灵，必须的呀！李老师，李老师啊！我刚听他说呀，您打算带着他去拍戏？对，有这事儿。有，我跟您商量一下，把他踹了，换我去。啊？哎哎，你是人吗？您不了解情况，他是我搭档，他什么玩意儿，我心里有数。没你这么干的啊！他不灵。听我说啊！哎，您说，这个事儿呢？嗯。是那个导演早已经把他定了，没关系，老师，配角我也能凑合。那李老师，那也好，您决定吧，咱让他试试，要不？试试，哎，太好了，谢谢您给我这机会。这么着啊，你呢？哎，先跟我啊，咱们把这戏走一遍。咱走一遍，有什么戏？在边上呢。先看一遍哦，我先学习，你先学习学习，行不行？没问题，没问题。学习学习，那咱演什么戏呢？叫《白雪公主》，你演白雪公主。好，我行，我主来那个猎人。行，那我跟您学习，好不好？不不不，我跟您。哎，别别，您太谦虚了，我跟您学习，好吗？那我们就打头来了。啊，打头来是吧？我听您指挥，好吗？来 ，Action！ 哇，我的天哪！这里也太美了，母后让我来大森林里采花，这里盛开了好多漂亮的食人花啊，我要把它们都采走，一朵，两朵，三朵，哎，还有一个叫贝尔的老外。停，不是你看到了谁？一个叫贝尔的老外。你凭什么管他叫老外？你自己就是外国人，知道吗？他会演吗？他哎，你说你们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不像话。再说了啊，是什么食人花啊？这胡说八道！不是，我是想给自己加加戏嘛，对不对？加的也不合人物啊。不是，老师，这不能赖我，这得赖您啊。怎么赖？您是专业演员呢，老戏骨，我跟您在一块儿，我有点紧张。那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呢？那这么着，你们俩搭档着演。我在边上指导着你们哦，咱演对手戏哦，就是您做导演了，没问题啊，那没问题啊，这学东西吗？我们俩本身说相声一场搭档，就是啊，他就傍着我，哎，搭戏呢，他给我当绿叶，我觉得合适，李老师，我觉得不合适，干嘛？凭什么到哪儿我低你一档啊？废话，人李老师一开始都说了啊，我是男主角，你是配角，配角照样比你出彩，你什么角色能出彩？李老师，我问问您。这白雪公主里头除了这主角以外谁戏份最多？小矮人。小矮人我来。别闹，你小矮人怎么了？李老师您看这合适吗？您看我能演吗？演是能，小矮人呢得需要矮。哎，你多高啊？1.7米。太高了，那个会出戏吗？没有，咱这硬件错，这都客观因素啊，这没有什么是演技克服不了的，对不对？我让我试一把，好不好？哦，就愣来是吧？你这不看一回吗？对不对？那给人一次机会，成不成？给你这次机会。行行行，那您说，来，我们演哪段？那咱们就接着演，第二段。二一段是？哎，白雪公主在小矮人他们家睡着了。哦，后来呢？被叫醒了，哦，被发现了，哎，没问题，明白了，交给我们啊！我在这睡着了，是吧？行，走着吧，睡着了，好的啊。哎，醒醒，醒醒，你怎么在我们家里呀？哦，这是你们家？对呀，实在对不起，哦，我叫白雪公主，哦，我无家可归了，我能不能住进来？哎，我认识你们，是吗？七个人啊，你们就是传说中的啊江南七怪，您就是柯震恶先生。我拿降魔杖抡死你，你信吗？抡死！演个《射雕英雄传》啊！对对对对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他演的不好，这怎么还能赖我呢？他没刻画好角色，这赖我吗？这还真赖你。不，凭什么赖我呀？人家小芳说的对，你演的是谁呀？小矮人呢？七个呀。同时演呢，而且你得给他区分开喽。不是，咱事先也没说还有这么演法的呀。
这不考验你呢吗？不是我，所以你才要努力嘛。太难了，这对我受不了。你得迈过这个坎儿。不是我这能迈过这个坎儿，你就是一优秀的演员了。优秀的，此话当真？当真。我把这演过了，我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哎，你就是男主角了，知道吗？行，我试试，我豁出去了，好吧？来，你们愿意让我住进来吗？你当然可以住进来呀。但是我相信你不一定不介意付出一些劳动，人家的衣服需要你帮人家洗一下哟。哦，那我们这个屋子需要你帮忙收拾。哦，我希望每天都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We are gonna have a great time。咦，可带劲嘞！您就这样行吗？太好了！我真没想到。您没想到我能演进来。没想到这老七呀、啊，他是个混血。这有混血什么事儿？这我也没想到、啊。您不是让我区分开人物吗？您别说，演的还挺不错的。不错，是这意思是吧？是这意思。那就往下来吧。那要这么说啊，你们七位都愿意让我住进来吗？对呀、啊。你按这里中、啊。It's my pleasure to live with you。哎，我觉得没有问题。哇，这个真的很不错呀，有人一块住真的好开心呀！啊，真高兴能和这么美丽的小姐共同生活。我代表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还有混血老七，欢迎你的到来。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哎，可以呀，你兄弟。您这行吧？太好了。哎呀，这合格就行。差不多，差不多啊。太好了。那咱接下来是？接下来咱们走第三段，皇后啊变成一老太婆，嗯，来骗这个白雪公主，害她，害她，害她。我演谁？这回呢，你演皇后，啊、没问题，您瞧好嘛、嗯，这就转正了是吧？你来皇后了，行，我还是白雪公主，在屋里等我，我在家里待着，你看我怎么安排你。好，来，好，预备 ，Action！ 有人在屋里吗？有啊，哎呦，能不能帮我开开门呢？好啊，哎呦。善良的小姑娘啊，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呐、啊哦，你看能不能收留我一下啊？好啊！哎呦，太好了，你真是太好心了。嗯，我要向你表示感谢，啊、我要送你一件礼物，哦、还有礼物呢、哎。你看看，你看看，哇，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一根丝带。对啦，好漂亮啊！喜欢吗？你不会是想勒死我吧？哎，他给我整不会了。你说的没错，死去吧啊！白雪公主，你就这样死了，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哎，等等，您拦我干嘛？杀青了，他给他弄死了。嗯，后边小矮人还得来救他呢。还有小矮人啊？不是，咱不是演皇后吗？怎么还小矮人还得出来？哎，这造孽呀！他就这样死了。哦，天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呦天哪，好吓人呢、啊、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报个警啊？哎，我认为应该先把他救活过来。咦，那咋死得那快嘞？啊，我活过来了，谢谢你们。这是该应该做嘞。哦、oh, ，What a lucky girl！ 你没死，真的是太好了。哎呦，不错，你要是死了，我会很伤心的。好、oh, ，多么幸运的一个家伙！你没事就好，我们出门了啊。好。皇后上场。有人在家吗？有啊，我是一个卖梳子的，能不能把门打开呀？好啊，小姑娘、啊，你看我这梳子怎么样啊？哎呦，我太喜欢了！哎、我帮你梳一梳你那美丽的长发，好不好？太好了！啊，梳子有毒啊！白雪公主，这回我看你还怎么办？小矮人上场。你早就该死，我真希望你就这样永远的沉睡下去。哎呦，你搞得人家真的很累呀！哇，你真的特别烦，你知道吗？哎呦，我现在已经不想再救你了。Go to hell, you guy！ 啊，我又活过来了，谢谢你们救了我。甭谢，我懂规矩，皇后该出来了。对，开门。
你好，你叫白雪公主是吧？啊、对，是我。我是你妈。怎么那么就直接呢？你少跟我废话。不是，这是毒苹果，赶紧给我吃。哎呦，不行不行，不能吃不能吃。嗯，小矮人教育过我，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你别提他们七个行不行啊？你再提他们七个，我跟你急。那也不行，一个人吃没意思。怎么着？我等小矮人回来，我们一起吃。嗯，千万别让他们回来，我求你了。你只要不让他们回来，这不吃都行，我求你了。你赶紧让他吃啊！对对，你甭给我废话，你不是这个你。有毒啊！这回你可是死得透透的了吧？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美丽了！哈哈哈哈！太棒了！哎、可以呀、啊，兄弟、啊！我就问问你，可以啊？我这台词过关不过关？过关！我这演技到位不到位？到位！那我能不能演小矮人了？还是演不了？为什么呀？你一米七呀、啊！白忙活。好，好，感谢三位，来，我们再拍照。李老师，这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太不好意思了，丢人呢。哎，我们觉得发挥的还是非常好的。辛苦您了。再次感谢三位，也感谢李老师，也期待李老师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谢谢您，谢谢。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营养物补比例赞助播出。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